ICP Book 2 2022的第11題，而家有兩個方塊，分別 X 同 Y。咁如果而家咧經過一條繩咧連住佢哋，而令到用手去拎住 X 撳住 X 嘅時候，嗱要記住，要揾隻手撳住 X， 佢先至可以靜止嘅。咁但係如果而家唔好撳住佢，咁請問你應該 X 同 Y 嘅物理量裏邊下邊邊一個係相等？嗱，我哋有理由相信，如果你要撳住佢，佢先至停嘅話，咁即係話可能係阿 Y 比較重啦，我其中一個估量。咁於是你一放手嘅時候，阿 Y 就會向下移，阿 X 就會向上移啦。嗱，咁佢哋兩個有咩物理量係一樣嘅呢？因為如果你講第一個，佢哋嘅移動嘅距離，咁即係話阿 X 如果移動咗10 cm。阿 Y 實係向下走10 cm 嘅啦，所以移動嘅距離係一定一樣嘅，但係佢哋嘅速度唔一樣。點解速度唔一樣呢？因為阿 X 嘅速度，雖然呢個速度嘅數值同呢個向下嘅速度嘅數值應該係一樣，但因為方向不同，嗱我哋話速率個 speed 就係相同，但係速度即係 velocity。就是不同，個理由是因為方向不同，速度是 velocity， 速率是 speed， 所以嗱呢、這個 case 個 speed 是一樣，但係個 velocity 不一樣，所以速度不一樣，所以呢個交叉，因為速度要計埋方向，跟住加速度同呢個相同的原理，加速度的數值相同，一樣係啦。那個 A 的值是相同，但是 A 的方向是不同，因為我們說要計說他們兩個相同的時候，要數值和方向都一樣，所以這題只有一是對的，所以答案是 A。